最近觀塘新開了一間 party room， 等我帶大家入去發掘一下有什麼好東西玩。 Party room 全長約4000平方尺，地方很闊落，最多可容納150人，最靚的打卡位當然是500尺的波波池啦，藍白色調加上白雲狀燈飾，好夢幻啊。另外還有首度引進香港的激騎飛龍 VR， 玩家需要睡在基礎上面模擬滑翔或者俯衝情景，再戴上 VR 鏡感受多角度震撼，是咧系好真实啦。然之后你成个人瞓喺度，然之后好似玩过山车咁样。跟住之后咧，佢前面仲有个风扇咁样吹啲风出嚟，令个更加逼真。重点系咧，你戴呢个 VR 眼罩啦，然之后要望住嗰个目标去射佢咁。场地仲有少见嘅育婴室、基本 BB 垫同埋暖奶器都有，更设有儿童专区，啱晒小朋友放电。其他嘅有电子游戏专区、自动滑雪机以及 pair 牌台，近年坊间流行的扭扭乐同埋巨型层层叠，其他益智游戏都有，满足不同人的要求。